那些的三分球的一个投射都是蛮算是蛮不错的表现。是。法师的外线投射没进，大声抓到，再一个地板球塞给溜进去的法师，反手插板。哦，法师被黄晓涵，我们 Plus League 唯一的一位女裁判，给了一个违反运动精神犯规。现场球迷也响起了一阵的嘘声，有一些情绪来看，在后场，对这个球进之后，黄绿想但是不想制造一些纷争，就是没有动啊。哦，那想说状况已经解除了，他要跑的时候，法师去搭他的脚，对。所以这还蛮明显的，没什么好抗议的。这个小动作被裁判抓了个正着。这对工程师来讲算是蛮伤的，时间没有走，然后就被人家得分了。